嗨，那个帅叔叔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还有那个，等一下，我叫你那个侄子带你出去玩一下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是不是第一次来这里啊？第一次来这个地方。对，等一下啊，我帮他马上下班就回来了啊。好，可以。Later。年轻表夫。年轻表夫。像不像？哎，别说。当然像哎。这叔叔好像跟你的脸盘子很像。是有点像。嗯。你把眼睛拿了吧，三。嗯。眼睛拿了。看吧，你看，哎呦，我的妈呀！有点长哦，好香哦！来，我们再高一点，哎，来，再高一点嘛，再高一点，高好多，高好多，高好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哎呀，差不多，这都是亲戚有遗传，这都是亲戚有遗传，真的是亲老表，他是有点遗传。看嘛，我嘛，你我亲姨子姑娘呢，我两个是亲老表噻，哎，他两个是亲老表呀，他是那个这个。这个是我的亲小弟弟，你看我那个弟弟还小，小弟弟那是我的亲弟弟，小弟弟，我妈，幺姨妈的，哎呀，我天哪，我的天哪，你看我小弟弟好帅，太帅了，姐姐比你大一半，我六十，你三十，哇，老姐姐，大半哈，我只大半岁啊，大姐姐，帅不帅？你看我弟弟帅不帅？太帅了，来这边习惯吗？啊，可以习惯。这边是不是比较凉快一些？很凉快，是不是？没什么事，挺凉快的哈。你这个，你看你这个侄子刚刚下班回来。哎，那侄子带你去玩一下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啊，这个地方你看。逛逛。哎，那个弟弟走啊。你去啊。去玩一下。小弟哇。对，你不然这个男孩子。在哪去摔哦？不要说也是第一次回来哈。啊，我第一次回来。你说也是说算得上我们正宗我们利川人呢？正宗利川是嘛？从小的时候满月的时候过去的噻。满月的时候过去的。对，现在30年了。不是，那个是下面那个表叔屋里种的。啊，我们是江罗在那边种的。嗯。来了，亲爱的们。Hello。哪里去啊，吴王哥？啊？逛啊，散下步。散哈。嗯。要那个是表叔，那我表叔没喊表叔，是那个，是我妈的那个亲老表。哦哦，小白的老表。嗯，我们是要喊表叔，也是喊表叔。叫你们乖点，待会儿一起喝茶。要得，要得，要得，好，慢点。要得，要得，慢点，慢点。好。你切。拜拜。拜拜。其实我们那边有点太阳的话，还是有点热。还好，不热。我们那边才热。中祥那边啊？嗯，中祥热。你们中祥那边的天有那个那那种的吧？不是那种。不是那种啊？嗯。是哪种颜色啊？就是就是，它就是白色天一样，天都没那个蓝好看。没有那个蓝。对，没有那个蓝。云也没那么好看。三十结婚没呢？表叔。没有。没有啊？嗯。真的啊？真没有。有女朋友没呢？暂时目前还有，目前有对。对吧？哎，那现在读高中哈？嗯嗯。读高中，怎么样？感觉？差不多吧，就那样。差不多就那样。我发现你很腼腆嘞。高中的话是现在最关键的时刻哈。嗯，是呀。嗯，要考一个好大学，努力，是吧？你看我们那没么多文化啊，说不出么多好话，就是因为文凭太低了。如果说文凭稍微高点呢，你那个哥哥我也可能也不得很撇，也不是应该在农村，应该在我们要往大城市里头啊去发展，是不是？我相信你还是应该可以的。我不行了。哎呦，谦虚得很。表叔，哎，对娃那么样读书？他读书成绩还算可以啊。哦，你看。谦虚嘛，就是有点内向性格，有点内向，所以要打开眼，心窍要打开。不管什么人，我们俩去慢慢去跟他那个沟通，慢慢聊，哦，嗯，男孩子要开大方一点，开放开朗一点。哎呀，还有年轻还小嘛，那读高中十几岁是不是？是吧？嗯。表叔是不是经常去健身了？嗯，经常健身了。啊，我一看你那个样子是那个。身材那么魁梧，一看是健身的人，胸大肌。我们是从来没去跑过健身房，在屋里做活路一天。哎，你们可以，还算好，那边环境好，那边环境嘛，就这样吧，农村就是那个样子嘛，比我们农村好些。
比你们农村还好些啊？嗯，不应该吧？你们那是大地方吧？是的，真的。我们在这反正就是那个样子。你说，哟，现在嘛，反正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好了。你说茶叶反正也不差不到哪里去，好歹反正也是个农村，是吧？嗯，小麦、玉米、苞谷都种。也有那水稻啊？有，我们主要种水稻那边。主要水稻。啊。那你们是几季两季哦？我们呐、啊，我们水稻跟那个小麦噻，换着换着种噻。哦，换着换着种。嗯。我们那会儿反正是一季种了这个不种了，种小麦不？小麦。小麦很少种。很少啊，我们种我们种种麦子就小麦、啊，小麦嘛。嗯嗯嗯。以前我们那会儿种，现在我们感觉好多年没那个种不到小麦了。别说、嗯，你那个身材健了好多年，健成样子啊？我啊，我从23岁、24岁开始，一直坚持到现在，基本上没有停过。就是五六年。啊，差不多五六年。有几块腹肌啊？哎呀，之前是有几块腹肌的，现在最近应酬多了，和我出去吃饭啊一喝酒啊，现在都是腹肌不是那么明显了。还是可以可以、那我们做活路的话能锻炼出来吧？你做活的话也可以啊，经常做活的话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是吧，两头肌啊，嗯，肱二头肌啊，都可以，可以锻炼出来的。一般做农活的话跟健身房里面的那个健身嘛还是有区别的，它没有那么明显，不会把你的肌肉线条给锻炼出来，嗯，就这样的。一般的是做农活的话，可以说锻炼你的一个肺活量，一个基础的一个身体素质还是挺好的，但是可以锻炼自己的力气，对，锻炼自己力气，对，像肌肉化的不是那么明显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说我做了这么多年，你说这个手上也没什么肌肉啊？你看，对，哪有？我还好，没有肌肉，我们还是有一点点。你那个不止一点点，你那个不止一点点，不是，特别是小弟。他瘦了，他说你叔叔练一下子，对，我们两兄弟要像你说像叔叔练学习一下，都锻炼锻炼。你看你这么瘦，我还比你好一点喽，对吧？我这么胖，我还可以练出来嘛？这个好歹有兄弟表现得出来。你那么瘦的话，可能是不行的，一定要练，早点跑跑步啊，跟你叔叔一起去健身房里面去练练可以。我们是没有条件，说实话，有条件我也去练一下。嗯，我农村嘛，对，除了干活就是干活。上班干活就是还有家庭，就这样子，然后其他的没有什么了。嗯，你要去健身房啊，真的是没有那种时间，咱们实力也不允许。就说实话，你看健个身的走路，感觉表叔走路是轻飘飘的，一点感觉都没有。我感觉都要喘喘气了，现在是。所以你还是要多经常锻炼。我跟你讲，表叔，昨天我不是去那个有点事嘛，差不多跑了200米，我小跑，你知道吗？嗯。跑了之后那个感觉上气不接下气，哎呀我的天哪，我说怎么这样子的，怎么能这样子，我说这样子怎么得了，完蛋了，这个还是没有锻炼，真的。对，虽然你干活的话跟那个跟平时锻炼是不一样的哈。对，所以说要经常锻炼，增强自己的体质啊。对。你们那里玉米是什么样子的？我们米比米差不多是最大的，这么大的，最大的，最大这么大。对，没这么大的。哦，还没有这么大的。对，没有。那就是我们这个玉米还可以的。对，很好。红薯有没有？红薯有的，红薯仁，这个红薯，它这个炒来吃很好吃的。哎，对，对，这个嫩的时候炒来吃好吃。嗯。熟了的话，我们搞个烧包谷也吃吃。哎，差不多嘞，来的话嘞，烧的话可以哦，孩子。可以了，这已经可以了，你熟了。我们搞根回去吃一下。可以。还可以哈，玉米很漂亮，还是没长好，差一点点。是水果玉米好像是，不是，就是我们自己的普通的玉米。普通玉米啊，普通玉米，对，不是那种糯玉米或者甜玉米之类的，还差那么一点时间。如果再等个10天这样子，半个月，就是可真的可以毛起吃了。那烧的尝一下，你看小弟，我们两个指路发现有个问题，就是。背啊，就是往前面倾斜着。你看表叔那个背好直的，真的是不是？我们还是要昂首挺胸这样子走路，对，是不是啊？